可以喝多少？一次。一次啊？胸椎啦。我最多可以干掉一瓶 whisky， 但是是一个晚上的，应该一个晚上，对不对？然后会很忙吗？如果说很短的话会，比方说这样两个小时那种一定是啊，可四个小时就不会了。一个，然后从十点喝到四点这样子，一瓶 OK。嗯，哦，果然没有丢我们原住民的人，很保守的。那哈豆呢？其实我也是习惯慢慢喝，嗯，我很讨厌那种喝很快一下就醉，没有意思。可以慢慢喝，可以。喝好几天，慢慢喝。强项不再喝酒了。我慢慢喝，我还可以喝一辈子嘞，好几天。废话。哎呦，慢慢喝就是。那你急，就是你这辈子喝最多一次是多少？其实我比较喜欢喝啤酒，因为我很喜欢那种肚子很胀的感觉。去车上把我扁钻拿来。好，啤酒你能喝几瓶？你总有庆生或什么之类的。一箱，一箱。哇，一箱二四，一箱很厉害。二四瓶。对，今天呢，我们国光帮就要举行一个超级大赛，这个比赛是什么呢？品酒大会。可以开始了，一个一个讨论，来。第一个，你们三个现在知道了吗？了解了吗？哇！你知道的啦，到底。小唐啊，你闻一闻就知道，来日本来的。怎样？不了。啊，了哎，哎，哈豆你写字很好看。来，这杯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啊？照目前的情势判来 ，OK， 我觉得男生队危险了。五、四。三、二、一，请出示答案。好了，我，哇塞，哇塞，一样的，给镜头看。OK， 来，我们就来揭晓第一杯，大家都没有问题嘛。Sake， 清酒。第二杯 ，Gin， 第三杯 ，Vodka， 第四杯 ，米酒，第五杯。公牛，哇，都对了啊，都对了，都对了，都对了。可是呢，我为什么说输赢一瞬间？为什么？输在哪里？赢在哪里呢？美女队为什么赢？因为他那个高粱的粱，他写对了，你们写错了。所以男生转过来啊，栋梁的梁啊，怎么会写栋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阿豆，我还夸奖你字写很好看，你是写个错字，不要常常用电脑。不只要会喝酒，还是要会写酒名，不能写错。所以男生小输一分。耶！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要要求他们做的？不用客气哦。那我一个狠一点的，有没有？太客气。五、四、三，和气生财。二，真的。例如说，叫那个张震岳把自己腿再打断一次啊。我也做到。你们真的没有吗？嗯，叫热狗把上衣脱掉，然后跳热舞好了。我好想来。我刚刚有说要跟唐哥一起跳，我是有比赛，还想不想在夜店混？